打开 Orca 切片软体，滑鼠在平台上点右键，汇入一个圆环，放大尺寸，开始调整参数，层高 0.3， 硬得快，模型也比较坚韧。稀疏填充以及内部实心填充的线宽全设 0.5， 硬得坚韧。开始没脸没皮的设定，墙层数设0，没有外墙，顶部、底部壳体层数都设0，没有顶层以及底层。稀疏填充密度设40%-50%，稀疏填充图案设蜂巢，稀疏填充毛线长度及填充毛线的最大长度全部设1000，无限制，目的是让所有填充全部连在一起列印。预览结果必须一层一层检查，看所有的线是否都是连在一起，是否有地方是悬空的，如果有悬空的部分可能会列印失败，需换别的方法处理或放弃。其他参数全部 Orca 预设的参数直接列印，来看看效果吧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换换模型或参数玩看看咯。